东皇太一，传说中的至高神，他是妖族的领袖，而本座则是他的武具，鸿蒙天中。我们虽是主人与武具的关系，却亦是交心挚友。然而十大凶兽作乱，生灵涂炭，为了保护妖族，本座与太医一起抵抗凶兽。最终凶兽杀入城下，太医拼尽全力重伤凶兽，使其退回地狱之门，换得人间平安。经此一战，本座身负重伤，身体碎片失散于各地，而太医则失去了生命。吸收了战炉的碎片之后，这些记忆便断断续续地浮现在了脑子里。藏匿地点已经查明，这次一定要抓住他。叶辉身为管理者，却一直干预天罡演武，甚至伤及无辜。之前发生的各种事，也都是由他幕后指使。这一次一定要抓到他。大家出发！奇怪的感觉。根据情报，叶辉的基地位于火山口附近的洞窟。洞这么大，我们怎么查？叶辉的气息在东北方向深处，那应该就在这边吧。好，我们出发吧。长天，怎么了小白？没什么。那就走吧。小子别急，想救你老子就过来找我，不过只能你和你的武具单独过来，不要耍花样，否则发生什么我可不敢担保。小白，我们走。长天，当心。我和小白一起，没事的。长天，这里这么大，分开行动太危险了。那小子不会遇上什么陷阱吧？
太医的气息。你在找你的五居？那家伙一时半会儿还来不了。你到底想怎样？之前已经警告过你了。天劫浩浩，凶兽肆虐，世间每隔千年便会迎来一次天劫，届时势必生灵涂炭。一个资质平庸者，即使拥有神器，也是无法对抗天劫的，反而耽误了苍生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叶辉，参加天罡演武对你来说更是死路一条，这力量只会使你变得越来越迷茫。长天有危险，而我的职责就是去帮助那些迷茫的人找到正确的方向，所以只要你交出五具，我可保你从天罡演武全身而退。放心吧，我很清楚现在自己该做什么。哦，想通了，可能要让你失望。是小白的碎片，猜对了一半。正确来说，我与小白本为一体，都是上古神器鸿蒙天中的一部分。同为鸿蒙天中，自然可以相互吸收。给你指条明路，和我融合，就可重新恢复神器之位，而且没有主人，从此天地独行，无拘无束。这样不好吗？闭嘴！本座可是太医的神器。潜伏对抗凶兽的使命和你半点关系都没有。哼，太医凶兽还在念叨这些东西吗？那看了这些记忆，你又会作何感想？突然有一天，罪名降到我头上，勾结凶手，谋害东皇，滥杀无辜，对皇母抱有非分之想。太医下令对我执行天刑，但作为神器的我不损无伤，他便封住我的力量，谋贬下凡间。这样的主人，你竟然惦记数千年，可笑！想当年他将我们打入凡间，犹如丢弃一件垃圾一样。这样的主人，你有什么好袒护的？你给我闭嘴！小白冷静点！蠢货！小白。还是先担心一下自己吧。不知道长天他们怎么样了？等等，有动静。还真捧场，叶辉在哪里找的这些乌合之众？那我们就免费帮叶辉做做家务吧。呀！
你的福，你的同伴们现在也危机重重了。哎，这就是你精心准备的杀手锏。你们已经没有机会了，认命吧。小白，你还撑得住吗？没问题。弹开了，怎么会啊？太天真了，你们两个，太天真了。深表赞同。你们都是从略醒来的吗？我来翻译一下，这件兵器先是对你的形象和气质给了个负分，然后他表示这里太无聊了。无聊？他说走了，人间不值得。哪儿不值了？怎么又跪下了？是想让我们帮你塞回去对吧？这怎么塞呀？关键时候还得靠我。看这个腾讯动漫 APP， 兵器帝国、美食天堂、纯爱乐园，各种类型的漫画应有尽有，让你身临其境，赶走无聊。他说不走了 ，nice， 这下我两样神器在手，岂不天下无敌了？糟了，打不过，赶紧叫人来了。就让我的两件神器来。接个电话。喂，长天呢？我和小方天一起看腾讯动漫 APP 呢，就不过去了。你加油啊，拜拜。长天呢？大哥，我开玩笑的。腾讯动漫，机智的同学都在看。设计图所创造出来的幻想世界。